去开会。嗯。来来来，来一个，好玩吧？啊，姨妈，姨父，小秋。哦，我介绍一下哦，这位是王立川，他是我的朋友。姨妈、姨父，你们好。啊。好，哎呀，你好，哎呀，你这个丫头啊，就是因为她大过年的和你爸大闹一场，离家出走的吧？啊？哎，姨父，这个是送给你的。哎，猪猪姐、明明姐，这个是给你们俩的，还有豆豆，这个玩具是这位叔叔给你买的，真的可以变形哦。哎，快谢谢阿姨。哎呀，你看你们这两个孩子，来就来呗，你看这么破费干什么呀？哎，立川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姨父，这位是姨妈，然后是明明姐，这位是明明姐老公徐海峰，这位是我猪猪姐，这个是她男朋友张子杰。大家好。姨妈你好。嗯，咱们有话回家说吧，这儿冷。猪猪帮小秋拿东西。嗯，走回家。姨妈。我和立川一会儿还有事情，就不去给您拜年了。跟姨妈回家啊。走。小秋。小秋，好不容易来到昆明，难得见到姨妈，你就先上去吧，我先走了。姨妈，新年快乐。小秋，你不去我也不去。哎呀，王先生，你看你啊，你和小秋啊，难得来一趟昆明，就请你和小秋啊一起到家里去坐一坐吧，啊！你走吧，走吧，是你到家里坐坐上去吧，喝两杯。多菜，是吃个便饭嘛。对，哎，李川，其实我姨妈做红烧鱼是很好吃的，真的真的。走吧，到家里坐坐，喝两杯。上去吧，走。哎，走了走了，走走走，来了来来来。你看啊，这里不是很好，寒热。来来，请。来，我先告诉你啊，我们家呢条件不好，老楼，这个楼道也不方便。你，哎，你看，别胡说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你们先上楼吧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先去开门了啊。来来来，走走走。哎，走。我们先上去泡茶了。哎，小秋，嗯，你姨妈住几楼？住七楼。七楼？你平时都是坐电梯的，很少这样徒步上楼，今天就当体验生活了。谁说的？工地里有比这栋楼更高的我都爬过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累了？我们可以歇一会儿。哎，还好。哎，等一下，鞋带松了。哎，我自己来。我来。以后呢？
要慢慢习惯。小秋，你别老是站在我后面，万一我跌倒了，你也会一起跌倒的。我就是故意站在你后面的，万一你要跌倒了，我还可以保护你。嗯，等一下，见到你姨妈的时候，她一般会问什么问题啊？她多半呢是要查户口的，要问你职业呀、年龄呀，还有家庭背景啊什么的，这么一大堆。哎，那关于我，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？我们同学说，你这只手表值30万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啊，价钱我忘记了。是别人送你的吗？自己买的。自己买的你不知道多少钱啊？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也对。小秋，有件事你必须知道。关于我的腿，嘘。我只想知道，现在还痛不痛了？很少。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。那么大的困难都挺过去了，以后呢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请喝茶。谢谢王先生，尝一尝我们云南的普洱茶。谢谢明明姐。好了宝贝儿啊，大人说话，你去玩你的玩具吧。来，乖啊，请喝茶。王先生，什么时候来的昆明啊？啊，我是今天早上的飞机，刚到。哟，那你追我们家小秋追得挺紧呢。哎，不敢当，笨鸟先飞。哦，笨鸟先飞。王先生啊，姨父，请叫我立川。哦，好好好，立川。立川啊，现在做什么工作啊？哦，我在上海做建筑设计。哎呀，建筑设计啊？哟，那不是搞房地产吗？那这个职业还是不错的哟。哎呦，在上海啊，什么东西都贵。那你说，在上海生活的话，一个月要挣多少钱才够花呀？我妈这是在问你一个月赚多少钱。哎，去，你别添乱啊。姨妈，经济上的事，请您不用担心。我的收入能够支撑我的家人。啊，其实啊，两人在一起呢，钱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男人要懂得负责任。我们家小秋才20岁，还在念书。他爸的意思是，让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个学习上。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呀，那我也觉得小秋将来念完书还是要回昆明的好。他爸爸有心脏病，那离家近一点，将来不是好有个照应吗？啊，姨妈，小秋毕业之后他找什么工作由他自己决定，我不会阻拦他。哎呀，我的意思是，叔叔妈呀，
大伙儿都饿了，你就别啰嗦了，赶紧做菜去吧！啊，去去去去，哎呀，去吧，去。你妈真够厉害的。当然了。别介意啊，其实啊，你姨妈这个人呐，她平时不这样，她待人呐，是先冷后热，以后等熟了，她还指不定怎么疼你呢。嗯。哪里啊，姨妈是关心小秋才会这样子问我的。哎，对了，你理解就好，理解就好。小秋，嗯，来帮姨妈切菜。哦。哎，姨妈，我来吧，我的刀工比小秋好。啊，那试试吧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来做客，来来来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你怎么是干活呢？这，哎呀。把这围裙系上。啊，谢谢。不要把你的衣服搞脏了哦。谢谢。来。行，还像那么回事儿。开始吧。我也去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不过是让他切切菜，你以为我会杀了他呀？去，还没到时候呢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你瞧你妈这个人。哎，我来吧。你相信姨妈？你伤到你的。这油印很烫的，小心啊！我来吧，没事的。摊在手上，然后放点馅。这样好了，那个我先把这些饺子拿去煮。立川陪我吧，走，走，走啦。啊，好吧，那你们慢慢包。嗯，小心点煮啊，别煮破了。知道了。今天真是对不起你，真不应该让你陪我上来，那个椅子又矮又硬的，坐在那边很难受吧。你别担心我，我正在接受姨妈的考验。可以下饺子了吗？现在怎么下啊？下饺子是要烧水的，水还没有烧怎么下嘛。也对啊，你知道吗，其实意大利人也会包饺子的。哦，有的时候是圆的，有的时候是方的，里面放 cheese 还有蔬菜还有牛肉呢。那叫什么？不会也叫饺子吧？不是，叫 ravioli。 其实我的专长就是意大利面，口味跟过桥米线一样好吃，有空来我家吃一下。那个好像应该叫通心粉吧。你看你。啊。来来来，老伴儿啊，你辛苦了啊！欢迎立川到我们家来做客啊！来，欢迎欢迎，干一杯！欢迎欢迎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那个立川他不能喝酒，我替他喝好了。这个、啊，这么心疼他呀？就是啊。来。吃菜吃菜啊，李川，别客气啊，吃菜。哎，想吃什么？多吃点，宝贝儿，多吃点啊。吃饺子。烧肉。啊，好，来，你也吃一点。哎，尝尝这个。烧肉。